什么事情耽搁吧，才会在这个时间让自己聚精回神，渴望真正。一定有什么情感放不下，才会在这个时间让自己看场电影，放松身心。在凌晨睡着的自己，失去比拥有还容易，暂时把烦恼丢出去，让自己好好自然醒。在凌晨睡着的自己，是否比别人更珍惜，直到回忆不能重启，所以内心更坚定。想象你仍旧在我的身旁，笑容是那么的温柔芬芳，眼泪落下你不在家。一定有什么事情放不下，才会在这个时间让自己转身出门，渴望真正。在凌晨睡着的自己，失去比拥有还容易，暂时把烦恼丢出去，让自己好好自然醒。在凌晨睡着的自己，是否比别人更珍惜，直到回忆不能重新，所以内心更坚定。朝着黎明走，向着太阳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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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亮了自己，清醒一分钟，照不让自己清醒一分钟，只要一分钟，只要一分钟，清醒一分钟，只要一分钟。在凌晨睡着的自己，失去比拥有还容易，暂时把烦恼丢出去，让自己好好自然醒。在凌晨睡着的自己，是否比别人更珍惜，直到回忆不能重新，所以内心更坚定。我们是告人，我是雪清，我是云安，我是左娟，欢迎来到告人黑画面之旅第四季第六集，666，没错，没错。我们三个人呢，现在刚刚吃饱，所以呢，现在呢，意识呢，停留在一个接近而已，接近神游的状态，是吧，青哥？对，差不多，很棒。我们这几天都蛮神游的，神游，对，就是你知道录完一首歌的 demo 之后，对，你就会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我只想要检查他们的留言，不是查看，检查，对，然后，啊，您神游了吗？我没有吃，你刚刚是不是吃蒜头啊？我没有吃蒜头，是谦哥，是我。是你吃蒜头吗？他刚把最后生的熟的都吃。对，天哪！你忘了吗？谦哥是清盘达人。
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请让我们祝全天下的妈妈，包括我们自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快乐，母亲节快乐。我昨天呢就已经先打电话给我妈了。Me too。对，亲哥呢？那你讲了？有，有了吗？礼物已经到了吗？到了，到了，到了。对，我也到了，我也是。对，我好像在前一个礼拜我就先。跟我妈讲，哎，我买哦，接收哦。我的是24小时出货的那种，所以很快。对对对，我好像也是24小时。对，出货的那种，就很快。对对对。我们教大家这种时候呢，一定是要快很准的哦。对。如果没有快很准呢，你小心哦。小心哦。日子不好过。真的不好过嘞。我就有看到那个花，啊，很漂亮。对对啊，真的吗？然后，但是它是那个。哦。啊，对对对对对。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今天呢，今天是母亲节，对，母亲节。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每天都在惹妈妈生气。毕竟是老妖嘛。毕竟，我在我面前两位，你们都是长子哦，对哦，长女啊。老妖呢，就是有一个呢，怎么讲呢？一个金牌，嘿嘿，就是对对，就是嘿金牌，叫嘿嘿。我相信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那个歌迷呢，歌迷朋友呢，应该也知道，就是这块金牌的用处。对，好，这个其实我们在前几季的时候有讲，我们前几季有讲，对对对，对，关于老大跟老妖的故事，老妖就特别讨厌，没有吧？特别讨厌，可恶、老妖就是呢，这仗，简单来说四个字可以形容，仗势欺人啊，仗势欺人，对对对，好了，跟人开开玩笑。我觉得告人经历，我反而觉得我们在这个就是已经就是神游的状态，血糖上升的状态，我们接下来喷出的话可能会难以捉摸，对对，无法想象。大家有觉得今天很热吗？大家？我觉得越来越热，对对对对，要入夏了，对，差不多可以到海边了，但有点不想晒太阳，晒黑。就那天我穿那个高领。然后去太阳底下自拍。你对啊，你穿高领，我想说。然后还戴，你是这么见不得人，是不是？还戴毛帽。然后那个哈高就问我说：“我们那天有穿着完全是。原来你会不会热？”我说：“不会啊，这样刚好就是挡住太阳，衣服挡住了太阳，所以就不会。”然后他穿黑色的最吸热的那个颜色。我整个人就是一块太阳能发电板，就是对。然后那一天我就已经热到穿吊嘎，然后穿那个你知道那种尼龙的那种很凉的很轻的那种裤子，然后他穿高领然后毛帽，我是我突然不认识我眼前的这个人，反正就是就他身体对这个我身体环境的那个什么那个温感好像有点故障，可是你有流汗吗？我没有流汗，没有，我的皮我的皮肤是凉的。基本上我是一个可以调节体温的男人。你是变色龙，变色龙也不能调节体温，它是冷血动物。冷血动物不是可以自己调节体温？好，但是我不是变色龙。哦，还是你是蛇 ？Snake？ 你才是蛇 ，Snake。好，不要发出气泡声。好，杰哥，我怕你刚吃饱，我怕那个等下会吐出来。然后我觉得，因为你们没有这样想过，就是我。因为我就是可能我早上起床都会先喝一杯500cc 的热水，你要试试这个，不管是对那个超好吃，我不管是夏天秋天冬天春天，我一定会先喝500cc 的热水到我身体里面，早上，对，早上，对，比较好通肠胃，对，通肠胃之外它其实就是也会调节你的免疫，我们大家最近都要好好注意健康，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那个医学的广播节目，没有医学，没有医学，养生啊，养生而已，对对，关上医学。但我最近早上告人养生之道，我会有喝温水，对，就喝一杯，也大概500这样子，因为其实你一杯其实就500了，你刚起床那个不能直接喝冰的，对，那冷的可以吗？不太好，建议是不要，就是凉水，温热水可以，对，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发挥作用。好，现在大家吃饱了，每个人讲话讲到一半开始打嗝。对，但没关系，他们看不到，对，他们看不到，好险好险，还有如果突然你知道照到那个，我马上变高飞，大家好，而且说你是你知道，因为就是我好像可能不知道最近可能打扫房间那个灰尘还是怎样，对，然后我早上起来我发现我长针眼，哦，对，然后
他就说，他一早起来说，对，我要睁眼了。我就说，哎、欸，我眼睛痛痛的。然后我还是很有礼貌的，我先去用酒精消毒我的手，对，然后把他的眼睛撑开，超痛的、哦，你长睁眼了嘞，对，真的很荒谬。然后我就说，就、欸、眼睛很痛，这样长睁眼什么，叭叭叭，然后讲。然后他就说你干嘛偷看别人洗澡、啊？然后我就想说，哇靠，乱讲话！哦，对对，乱讲话！我就想太激动，太激动。哎、欸，然后我就想说，我是看到你这些脏东西，所以眼睛才变这样。你看到什么脏东西？对啊，不要问我，看你是脏东西。你要问阿昌，你要问阿昌，对不对？好 ，OK，whatever，、okay, 大家好好的保重身体，好吗？天告人的，每天早上喝一杯。500cc 的温开水，手脏脏不要碰眼睛，手脏脏不要像卷心老师一样碰眼睛，不是因为，或者是说不要吃太重咸，因为有时候對對對對有时候真也是因为你吃那个身体的那个对太重咸。我有跟我妈讲，我跟我爸讲、嗯，然后我还传照片给她说、欸，你看我长睁眼，对，他好笑。然后那睁眼它是就是有一颗东西，它其实没有，就是眼睛肿，然后会有点痛痛。我这算是有点初期。那我如果比如我之前有是有揉到，然后但是它就是整个区域就有点肿。嗯，哦，那就是揉太大力了。那你会痛吗？还是过敏？你会痛？不会痛？哎、欸，是吗？可因为我这有可能是过敏，对，可能有可能是过敏。然后你知道我这两天就一直在这样子拉眼睛，对，而且应该用反手啊，反手这样子拉。然后我就觉得要读眼睛，你知道吗？读眼睛，很像游戏王卡里面的。对，你是贝卡斯这一克罗佛多吗？戴千年眼的那个。皮卡斯 J 克罗夫，然后而且他们知道游戏王吗？你们哎、欸，有人知道游戏王？跟我们接近的一定知道游戏王吧？对，我以前结束这回合，我以前有去买正版的，我对我买正版的，而且我现在我有套组还在家里，我也是一整套的，我知道啊，对对对，好 whatever，、嗯、然后那个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可以讲一讲，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其实那天很多人有看到那个。广播节目有在 on, 电台的那个电台有在 on 新歌上去了，对对对对 对, 對，我们新歌有在上面，对对对，我们新歌在上面，然后他好像就他排行榜第一名这样，对，都也才还没播，播而已，自己在那边讲，还没播，还没播，我觉得应该可以吧，应该，他们说什么？好，要热敷，对，没错，我马上就去。拿毛巾，对，要热敷，给睁眼是要热敷的，要增加，让它疏通一下。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有可能会严重，也有可能会好。我看那个，但我就是用反手这样拉，这样拉。哎、欸，你知道，其实反手拉这偏方，你知道吗？可是真的很有效、啊，很有效，很有效，真的很有效。我不晓得它的原理到底什么，但是我就真的很有效。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要反手吗？因为正手拉的话力道不够。对，有，所以有用是指舒服，还是说它会不见？它就是，不然我们现在一起拉，真的就这样。哦，好舒服哦！屁啦，这样最好会舒服。谁会突然这样拉自己眼睛？然后两只一起拉到反手，这样变智障。两只一起拉什么鬼？两只一起拉什么意思？然后反正就这样拉，这样拉。对。这样有一个人说他是长睁眼达人。啊，你是 why？ 你这么喜欢偷看别人洗澡？对，这是什么偏？这是什么偏门？这真的是偏见。这跟那个什么手指月亮会被割耳朵是一样的意思。哦，对对对对，很多偏见啊！我们从小到大长了很多偏见。那有人就是单边，然后睁眼是长两颗的吗？还是有？但是这是 我小时候是有去刺破睁眼的。哦，有些药，有些药，因为太严重了。对，太严重药，它就是真的会流。但是我之前都是长那个很通常都长。你手不要再摸了。Oh, sorry， 我小时候指给大家看，但外面不用，大家看不到，他们看不到。反正我是以前戴眼镜，然后呢，但是我是第一次长在眼头，我之前都是长在就眼尾，但是是长眼头。眼头是这里。对。哦、oh.。对。不然还有哪里？眼睛就前面跟后面。我记得眼睛就有上前后吧，差不多吧。不然你要说我眼睛里面，在里面。我也是醉呢。对，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现在我们要整理一下那个话。因为我感受到我的血糖在急速的飙高。对啊，你要睡了是不是？原来应该从小喜欢看人家洗澡。原来我，你才看人家洗澡？谁看？到底看洗澡？
到底看洗澡为什么会那个？就为什么看人家洗澡会长这样？而且我想到一个，他说他只看到脏东西，所以眼睛烂掉。你们有听过一个儿歌吗？什么儿歌？也不是儿歌了，一个我也不知道，我听谁唱过？王妈妈在洗澡。这是什么？什么小明小王在偷看？你有听过吗？没有、啊。下面的已经接近十八禁了，我不要再唱了。王妈妈吓一跳，两颗啊蹦蹦跳。什么意思？我没有听过，没有听过，两颗哔蹦蹦跳，你没有听过吗？没有啊。我的国小好像都有在唱呢，我只有早上起来刷牙的版本。哦，真的吗？哦，刷牙的版本我也是听过这个啊。哦，真的吗？那可能是就是。很多人为了就是要做出这样的歌吧，对，好的。哦、okay oh, ，有人说他之前也长这样，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的关系。哦、oh, ，所以你压力很大。我觉得你最近压力很大嘛，录 demo 那么辛苦吗？好辛苦哦。啊、oh, ，对对。我编好了，让你来录哎。哎、欸，我都我你要不是我们那天要录一首歌。本来想说那天就可以录完，然后结果我拖了三天。不是，然后因为我跟他说等一下好，我觉得我今天不对。我觉得我今天不对，我觉得我 right now 不对。对，我整个人不舒服。他我就说，哎、欸，你什么时候录啊？因为就是 vocal， 我就说，哎、欸，你要开始录了吗？已经中午了哦，吃完饭了。他说，嗯 ，not now，not now， 然后 not now 就变成。Not today. The day befor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然后呢，反正就是又到隔天，然后隔天呢，我就说，哎、欸，那我要录了。他说，哦，我现在没有心情。然后我就，哦 ，OK， 好。然后他就突然说，啊，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录？我说，我随时都可以录。对。然后后来到隔天，他真的受不了了。哦、好，我们来录。因为我已经问第三天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器材先打开，然后去，好，我们来面对吧，我们来面对这首歌。嗯，哎、欸，这是一个很难的歌，对啊，对对，真的很难，最近写一个很难的歌，我觉得比好不容易还要难。但我觉得我写的很开心，嗯，有个我可以先歌听，就那首歌，对对对，對就是那首，就那首嘛，大家都知道，就那首，对啊，你们也知道吧？他们不知道啦，真的吗？没关系，你们之后就知道了。你们啊，有一天一定会知道的，总有一天。哎、真是，真是的。哎、欸，不然我们现在来小唱一下，我们接下来后天，我们接不是后天，后天没有吧？后天没有，后天没有，后天真的没有，后天没有啦，后天真的没有。我是说过几天的意思。对对对。哎、欸，那我哎、欸、那首哦，所以反正大家也都知道那首歌。我记得那个电台已经有昂名字了吧？对啊。这首歌叫《我以为你不会出现》。但你等我一下，我来找 key， 因为我以为你不会出现。嗯，你们通常会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有人要回答我吗 ？Hello， 我在 Hello， 一个在那边看别的地方，一个给我闭眼睛，什么意思？我在想。哎、欸，不是这个 key， 通常都是哦，我以为你不会来。哦，对，啊、你说你不来，然后结果你后来来，哎、欸，哦，我以为你啊，你在干嘛来？奇怪，然后我以为你不会出现。我觉得我在写这个 title 的时候，其实是。我在盼望的就是他其实他会来，嗯，可能可是我没看到，或者是说其实我内心其实是我一直希望他来的，嗯，他要来，但他真的来了，对，就是他可能他到底要不要来？对，其实是那个意思嘛，对，我以为你不会出现，搞得我好乱呢。就是他可能他其实是说应该是这样讲吧，嗯哼，就可能有两个情况，就是你跟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你希望他来，嗯，但他口头跟你讲。可能没办法，去嗯，但最后他来了，他也对他，但最后他来了，但他没有跟你讲，嗯，哦，对，怎么那么难相处啊？啊，怎么那么没有啊？一定会有碰到那种情况的时候啊，可能手机没有电这样子，啊、手机没有电的话，那会手机没有电啊，然后突然回心转意，啊，没办法传，对，而且发现啊，没有他的位置，因为他说他不要来，然后我现在跟你讲。我找不到 key， 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在把他的那个，所以你现在在听那个。
就是找到了没有，我只是就在想说那安呢你要用了这是不是很难按？对啊，完全不行，都是封闭的那个痛好痛。反正小唱嘛，小唱，小唱，小唱，弹错就刷。大家过一阵子就会听到歌了。对对对对对对。我在这边。没关系啊，你可能需要。我真的需要，我真的需要。不是我觉得我觉得最近写歌炒一个就是，如果没有到点，没有写到那个难度，就唱那个难度跟写的难度，我不会罢休哎。什么意思？你不觉得这首歌很难唱吗？因为你不会出现。这首歌难唱的点在于它的是不是不是不是，它这首歌难唱的点是在它的有一些音是半音，很多地方都是半音，然后那个就是会有一点偏离，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身体的感觉。对，没错，因为它是一半，所以会我录的时候其实。蛮吃力的，对，我录的时候也很吃力，因为这个音域很高，对对 对, 對，但我们喜欢挑战，对，而且这个觉得很有趣。但那天录完那个新歌的 demo 之后，发现又更难了，为什么要这样弄自己？不错啊，欢迎大家之后 cover， 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因为其实我们也说会去看大家 cover 的，这样唱哦，对啊，酷哦。有些小朋友成发的时候，唱的不错啊，也看一下看一下。什么小朋友？我们的学弟学妹而已。我们不是刚毕业吗？就 whatever。我们前几天不是又穿制服了吗？对啊，很爱穿制服。很爱穿制服到底对吧？以后自装的制服，对。那蛮轻松。你大家好，我们是高文人，我们是一个学生乐团。我们是学生乐。来哦。好。我以为你不会出现在这虚。世界，我以为你不会出现在时间静止的昨天。太过美丽，以为一切是幻觉，还是蜃楼？颠倒直觉，一并颠覆我的一年。请带走我飞过无人的沙漠，在我不断追逐脚步。再不然我怕等一下唱下去，刚吃的炒饭都要吐出来，都要出来了，然后还要加上隔壁的咳嗽，对，一定会很大声。对对对对对对对。但就是你知道这首歌，我那时候在唱的时候，等一下有一个人说好适合睡觉，等你听到这首歌的成品之后，你睡不着的，相信我。好适合睡觉是好还是不好？好是舒服的意思还是无聊的？我觉得要看歌耶，就是讲就是这样好了。我专门做这首歌就是为了让你睡觉。对，但我们做这首歌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上去 YouTube 给我点下去。什么啦？什么意思？可以躺着听，睡听就听听就睡了。对对对对 对, 對，再上下去电台就不用播了，没错。对对对对，好吧。我们今天只是跟大家通小唱告知，就是。
有这件事情。对 对, 对, 对，啊，又是新歌哦，耶、yeah! ！对，是新歌哦，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哎，这首歌到底是这首歌告白吗？刚刚我看到的说是不是一首不太适合告白的歌？对，对。对，会适合告白的歌，我们一定会大肆宣扬，因为它非常。你拿去，你今天礼拜一跟一个告白，礼拜二跟一个告白，礼拜三再跟另外一个告白，如果三个都中的话，这好哎，你真，那你加油，你加油哦，希望是不要做这种事、啊，千万不要引火自焚哦。对对对 对, 对，深陷泥沼救不了你，深陷泥沼，告人再强大也没办法了啊，没办法了，加油啦。我们总不可能连开七天演出，你带七个不同的伴来吧？然后我们还要装作不认识，就是看到你，你哎，刚好买前排，对，然后哎，你嗨，嗨，哇，cool！ 我有时候会想过这个画面，就是可能有一个哈瓜很可爱，然后他可能我们开了十天的演唱会。未来啊，未来，未来假如，现在是一个幻想的，对，就是个幻想。然后他七天都跟不同的人来，我觉得很酷，对。但就是可能跟爸爸妈妈啊，对不对？兄弟姐妹啊，兄弟姐妹啊，三姑六婆啊，对啊，一起来，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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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错，不错，对，我没有说什么，对。但是，但是那个如果是告白的歌的话，我们一定会。告白歌上次有啊，我们有已经唱过。对哦，唱了头跟尾嘛。头跟尾，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告白的歌哦，应该是说。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情感，不管什么样的感觉，我自己啦，我都会想去涉猎去写、嗯。然后包括谦哥或者是全清老师的声音，或谦哥的鼓声也好、嗯，他们投射进去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是很棒的。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嗯，就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唱歌跟你们告白，然后因为唱歌，他唱告人的歌吗？不是，他唱歌，然后他时间拉，就是你知道唱歌都要有时间。所以他不像说告白就是短瞬间，就是哦我喜欢你，然后你可不可以跟我在一起？对，这样。可是他是唱一首歌，然后来告诉你说我喜欢你，要跟你在一起。然后那个时间就是一首歌，你好像最快也要一分半吧？对，对不对？然后被告白的那个人就要一直站在那边呢，享受那个片刻的尴尬，而且那个尴尬蛮长。而且如果旁边又有人的话，因为要唱歌都一定要有乐器啊。所以我觉得唱歌告白， yeah. 你一定是要赌，就是。他百分之百喜欢你呀，百分之百尬意你呀，尬意力。我想台语好怪，等一下。对对，就是谦哥，你的那种感觉吗？懂，就是百分之百的，你要确定他站在那一分半，他不会尴尬，他还会觉得爽。我想起我那个，你试过？不是哦，没有，我以为要什么劲爆的点了，酷，没有，就是你看有尬，对啊，很尬。谦、啊、哥，你赶快讲，对，你的故事。没有，我不做个老师。然后呢？师生恋？没有，他要、哦、他就是也是同样也是老师，然后他们是对，就是算是在交往，然后因为已经知道他们要结婚了，对，但是男老师一直还没有求婚，对，然后呢，我们就全校就是在某一天上课，然后就突然广播所有学生全部到操场，哈，然后全部到操场哦，然后老师就直接把那个老师拉到正中间。然后就是跳舞，然后唱歌，然后就跟他求婚。跳什么舞？就是他求婚舞啊。对对对，求婚。他就是一种，这、就是一种鸟的行为，你知道吗？有一种鸟，我知道。对，他屁股会翘起来，有一个。对，然后开始跳舞，就是一种鸟。对对对，那是蛮可爱，胖胖的。没关系，没关系。对，但他就是有设计，比如他有选某一首歌，然后他有针对那个去做那个动作，然后最后全校所有的学生。答应他，哇！强迫中奖。等一下，有成功吗？成功，还好成功。不成功，真的不成功，变成人呢、欸？直接变修罗战场。我每次看到那样的场合，其实我自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在挑战某些事情。我会很害怕，因为其实是要双方都有对，你要确定要共识，对，要确定说你一定会成功，你不可能失败，不然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你要嘛是传奇，要嘛是修罗，真的真的，我跟你说真的，对，没错，对，所以我跟你说，我接下来我突然想到，对呀、啊，我觉得可以跟他们分享，如果你想要唱歌，你真的很想唱歌告白的话，你千万千万不要拿着一支吉他。跑到他前面唱给他听，我跟你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那个会，我会瞬间感受到恐惧。
如果你是，如果是我或者这样，因为听告人的跟哈瓜们的那个年龄层比较广，毕竟我们从5岁到45岁嘛，是没错。哎，我先等你讲啊。好，怎么？没有，我只想到以前的一个故事。啊？以前的一个故事，因为我刚看他们两边先讲，好，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好。好你是笑烂了。5岁到10岁听告五人的朋友，想用告五人的歌来告白的话呢，在小学，想象下，在小学，他们可能在上课，下课时间，我喜欢你啊！然后你这时候就要怎么样呢？小朋友就要赶快去拉着对方的手，然后就这样一起跑到操场，你干嘛啦？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多情节嘛，小朋友吧，是你吧？然后你就在一边，你要一边拉到操场的时候，一边唱给他听，就很小朋友。等一下，你下课只有10分钟嘿，上10分钟的恋爱，真的是对。然后我跟你讲，上课就分手了，上课就原地分手，原地分手，我真的要笑了。然后在一起十分钟，没有啊，很长了。小学的恋爱、就是，然后第4节下课有20分钟，他们是在一起最长久的一次。然后到寒暑假就会分手，对，会难过，对对对对，就会分手。暑假像过开学，寒暑假像过年。开学就换另外一个，对，开学换一个。喂，好可怕，不要这样子。怎么啦？高中的时候，嗯，高中也一样，不要。我觉得高中生呢，就是要因为已经，可是高中很热血。没有，我觉得那是就要把热血放在对的地方。哦，例如，因为如果假如说你总不能像把告白搞得像康复社那样吧。就是啊，团康游戏，嗯，没办法，行啊，对，你可以，你现在因为而且现在很多都是，我听过很多都是用 LINE，像我弟弟妹妹们有时候会用 LINE 传说 LINE 用 LINE 来告白，我觉得超没有，超没有时候我会问我的那个，过年回来家里面一起先小时候那个堂兄堂妹都，反正兄弟姐妹，对，都是一起长大的，所以都很熟，然后我就问他们说，这个男朋友是用 LINE 跟你传的吗？那个传跟你说喜欢你吗？哦，对，我就说分手。我说真的，我们那时候就是啊，没有，我们整个就暴怒，你知道，瞬间开酸。没有，反正我觉得真的要不是我自己觉得要讲电话。我说他怎么可以用 LINE？ 他不会写字吗？写字多好，来哥哥教你写字。然后没有了，人家男生很有礼貌，对，人家另外一半都很有礼貌，而且其实我觉得他被我们吓死。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兄弟姐妹的那个只要交往，另外一半都会带回家来的。都会带回家来看，对，就会给大家看，对，给大家来看，对，对。然后我们这时候就会那个故意，然后这样，明明家里只有一个人，还有好几只眼睛，对对对。然后高中生，我觉得就可以怎么样呢？你跟你的喜欢另外一半，可能约一起去下课，一起去怎么样写功课，做题库，然后，哦，对对对。然后或者是在哪一个地方，就是约他出去，然后突然。就是他可能以为只是今天只是一个局，然后你突然就唱一首歌给他听，但是是清唱，嗯，然后小唱小唱小唱，15秒内，对15秒内，15秒内绝对不要尴尬，因为你要在那个你不要副歌唱完直接唱第二次主歌，千万不要，那就是尴尬。那你真的你加油啦，对，你这样还能15秒内叫可爱，30秒后叫可憎。啊，对，30秒，然后1分钟之后他就要回家咯，他就要回家了，他会开始收铅笔盒。对，收铅笔盒，你在干嘛？对对对。所以要记得大家15秒黄金期，对，15秒，在他耳边唱，对，顺便加一句“我喜欢你很久了，请你跟我交往。嗯”对对对对对对。通常这样，如果你们两个心已经有一个确定的共识的话，我相信应该成功的几率超过60%吧。嗯。差不多，差不多。对，你要讲你的人吗？我讲我的故事，真是。OK， 我等一下底下有人说，大家确定歌声是好的，没有关系。就是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是你知道可爱，可爱，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其实不重点，重点是那个心意。但就是你要让他知道，听得懂你在唱哪一首歌，你在唱哪一首歌，这是基本盘。好，然后反正就是有一天，那个于安就写了一首歌，然后他写了一首歌又要送我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叫我上去，有去那个就是录音室对。然后他就说：“你快快，你来，我有一首歌，他写完了，然后怎么样，我觉得很喜欢什么。”然后他就叫我坐在那边，好，我就坐。然后他就拿吉他，然后呢就在录音室的地板上，然后就跪在那边一边唱。我唱了4分30秒。对，就是反正就整首歌。对对，然后因为
你知道，就是做这个行业，你在他跟你讲说他写一首新的歌的时候，我就会很认真的去听这首歌怎么样之类的。我从头到尾都很认真的在听那一首歌，开始想一些编曲啊、和声啊，哎，我要唱的部分，然后这个 key 行不行啊？这是草 key 还是我们之后要再拟定一个新的那个 key？ 然后唱完之后，然后他唱到后面越唱，我就发现哎，状况越不对。你知道，就是表情神情就是很不对，就是。不对不对，现在这个状况不是要讨论工作，现在这个状态是。就是我是一个分享，对，还有是一个全心投入的分享。对，我并不需要他告诉我说，我觉得鼓点可以这边加，对对对对，我觉得这边 bass 可以进。对，然后重点是因为他那首歌很长嘛，然后他唱完之后呢，然后就哦哇，我瞬间从就是。很认真的表情，然后到就是不行不行不行，现在不是这个 moment， 你要转换到另外一个身份的 moment， 就是台下的 moment。然后呢，我就哇，很棒，就是很浪漫，这样耶，这样子。然后呢，我后面真的受不了，然后就说，哎、欸，所以我要唱的 key 是哪一个？然后他就我还没有想到那一块，我还没有想到那一块。但你不觉得我这首歌就写给你的，你不觉得很棒吗？就是浪漫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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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他就很失落，就是你懂吗？就是当就是很人怎么讲？就是你遇到直男的状，女生遇到直男状况，大概是那种感觉。他想要，他希望的是。就是你直接去感受这个歌原本的氛围，但不是讨论。对，他只要告诉你说我写了一首歌。